One Sunday morning, some years ago, 多年前，一个星期天早上，我接到欧玛·艾瓦雷兹弟兄的来电，当时他担任我的副主教。他3岁的女儿不幸意外身亡。他谈到那天意外发生的经过，他说：“我们一到委内瑞拉一处美丽的海边，孩子们就要求我们让他们下车。”到海滩旁一条小河里玩耍，我们让他们去。后来，我们开始把一些东西拿下车。2分钟后，我们回到车子那边，注意到我们的孩子渐渐开始到离岸边很远的地方。我们去把他们拉近一点的时候，发现3岁的女儿没有和其他的孩子在一起。我们拼命地找他，结果发现他在离其他孩子不远的地方漂浮。我们很快把他拉出水面，好几个人试着帮忙救他，但是已经救不回来了。我们的小女儿淹死了。接下来的时刻非常的煎熬，充满了丧失我们最小女儿的悲痛。那种感觉不久就化为一种难以承受的痛苦。然而，尽管心里感到困惑怀疑，我心里浮现了一个想法，想到我们的孩子都在圣约中出生，透过圣约，我们的女儿永远属于我们。能够隶属于耶稣基督的教会，并且接受了他神圣圣殿的教义，是多么大的祝福啊！我们现在觉得我们要更加对主忠信，并持守到底，因为我们希望能配称接受圣殿带来的祝福，以便和我们的女儿重逢。有时候我们会感到哀伤，但我们不会像那些没有希望的人那样哀伤。这个忠心的家庭已经了解到，生活遭逢逆境时，唯一真正安慰的来源是神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。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在艾瓦雷兹家庭经历了这项困难考验的几年之后，我又目睹了另一个忠信家庭是如何面对一个极大的逆境。奎若家庭有几个人在一次很严重的车祸中丧生。奎勒弟兄在那次车祸中失去了双亲、2位姐妹、1位妹婿和他的1位外甥女。奎勒弟兄表现的态度很令人钦佩，他说了这些话：现在是向神表示忠诚的时刻，要承认我们依赖他，必须遵行他的旨意，我们臣服于他。我对弟兄们说话，给他们力量和勇气，让他们能体会甘会长多年前教导的事：死亡不是悲剧，罪恶才是。一个人怎么死亡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要如何生活。约伯的话语充满了我的灵魂：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还有耶稣说的话：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这是我们全家人共同拥有的一次极具灵性的经验，在如此痛苦不堪的情况下接受神的旨意。在这两个美好的家庭所经历的事故中，福音之光使痛苦和忧伤离去。
让他们心中充满平安与慰藉，提供了未来一切好的保证。这两个家庭遭受的痛苦，虽然比不上主在科西马林园承受的极度痛苦，却能让我更加体会到救主的受苦和赎罪。没有一种软弱、苦难或逆境是基督在科西马林园里没有体验过的。在教义和圣约中，主向约瑟·斯密启示了这些事。那种痛苦使我自己，甚至神，一切中最伟大的，也因疼痛而颤抖，每个毛孔都流血，身体和灵都受苦，并且希望我可以不喝那苦杯，而且退缩。然而，愿荣耀归于父，我饮了，并完成了我为人类儿女做的准备。先知约瑟·斯密经历过许许多多人生的暴风雨，他在一个最困顿的时刻痛苦地呼喊：神啊，您在哪里？遮盖您藏身处的天幕在哪里？然后，正当先知提高声音时，主的安慰话语临到了他，说道：我的孩子，愿你的灵魂平安。你的逆境和你的苦难不过是片刻。然后，如果你好好持守，神必提升你到高处，你必胜过你所有的仇敌。哈惠·洪德会长说：如果我们的生活、我们的信心都是以耶稣基督及他复兴的福音为中心，就不会有事情一直错下去。反观，如果我们的生活不以救主及他的教训为中心，任何成功也无法持久。救主说：所以，凡听我这话就去行的，我要把他比作一个聪明人，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雨雪降下，洪水来到，风吹打着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，好比一个愚昧的人，把房子盖在沙土上，雨雪降下，洪水来到，风吹打着那房子，房子就倒塌了，并且倒塌得很厉害。雨水降下，洪水来到，风吹打着那两间房子的情形似乎很有意思。因为遵循福音并不表示我们会永远躲过逆境，而是表示我们会做好准备，更有自信地面对及承受逆境。我郑重见证，耶稣是基督，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。他透过活着的先知多马·孟孙会长带领他的教会。如果我们过的生活符合救主的教导，必定能获得唯有神才能赐予的平安与慰藉。我为这事做见证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